A 卡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R1SG Rise。我们当然没看，你不知道里面有什么。但我知道第三次公演的后台非常炸。整个成团过程，你们觉得个人最感动的是什么？我觉得是20公里，就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。我觉得最感动的应该是我的那个做的饭哈。感动，没人敢说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这是什么？我也想。何乐乐。玩密室的时候，谁会是那个来溜解这流程的人？他们胆子特别小，知道吧？就是玩那种明明自己非要定恐怖的，玩过去之后全缩着就不动。就比如说，谁？刘野真的是胆子啊！你这么的，他最小。乱讲，你这么的小，就是不然他到了门口回家。不叫。我觉得吧，就是出营了之后，感觉自己变得更加壮阔了，更加有男人味，非常健康。对，之前有点亚健康。2019的首播日期是什么时候？4月6号。4月6号。都被分到 A 班的人有几个？被打下来的算吗？被打下来的算吗？首播主打单曲封面中，你用谁是 RM 的？谁知道？这谁知道？好像是我，好像是我。谁放微博头像次最多？夏之光，夏之光。没有，我是真没有。赵磊是最多，以前赵磊老婆哪里？那你们知道在关注些什么？我们最近都会看一些中国历史、中国地理之类的，因为今年马上快70周年了嘛，我想再多阅读一些东西。